一段时间我们就看到这个长路上的曲线，然后有些影片可以分析这个曲率就这样子调整。然后我现在呼吁市民安线能够暂时记录下来。要先拿，不要先抓大桥。你是干的，你要找谁先快？
变的。战斗，继续，你把你心放在战场上，要训练到你能够成熟一点，不用管，不用管他。Thank you.